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好早。今日七月十五日，又是咱全民念佛。咱全民念佛的目的有真多真多种。个人的念佛，要让家己得到心安。个人的念佛。那么回向给咱的祖先，还是回向给万亲借主，或者是要改弯世界，这是个人的念佛。但是呢，全民念佛，这是大局，天地无我之心。所以咱全民念佛的功德非常的大。啊，咱要即摆来今日念佛的目的，要来祈求世界和平。这几年来，世界虽然是和平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要爱个继续个努力，继续个打拼。大家利用时间，啊，咱来念佛的功德呢，啊，利用一地啊，那咱世界和平一定会成事。所以今日咱全民念佛，是要祈求世界和平。咱理念一致，大概就是念佛。理念一致是念佛，大概拢是佛的时啊，天下就会太平啊！啊，大概认识拢是佛，未互相受欺负，未互相受怕，未互相受侵占。啊，因咧拢是佛，啊，佛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无贪嗔痴，无这些三种的毒的时啊，咱就会当成佛啦。啊，那么咱无这三种的毒的时，啊，大家无这三种的毒，咱自己，咱就会心平气和。那么你安尼，我安尼，大家拢安尼。拢心平气和的时，那天下就太平，世界就和平啊。那么要如何达到讲，哦，你是佛，我是佛，你也是佛，人拢是佛的时的，全民大家拢来念佛。只有平时的念佛，啊，咱的处处为大众来念佛、来祈祷的时啊，我相信呢。世界和平，在过去，咱这些年来，啊，每当世界都有灾难的时，啊，咱拢遵照王禅老祖啊，甲菩萨的指示咧，啊，咱就全面念佛来祈祷，化解艰苦，释战争，改弯世界。结果，世界上真济争端，拢化于。无形，啊，这就是每个人明心见性。所以，咱人伫世间会做歹代志，啊，而且无些不的行为啊，哈、啊。那么，要安怎办法呢？只有靠咱大家用咱念佛，啊，将因的灵性啊，可以咱的合掌内底，可以咱这掌中。加合在内面，咱一心来念佛。啊，那么今日咱念佛嘛是安尼，将地球上的咱的这众生，地球上的人，
啊，无论偌济，你要去心肝遮，啊，去心肝窟啊内底，咱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咱来将因来皈依伫佛内面，安尼咧，渐渐渐渐，都会改善啊啦。好啦，过去咱遮侪年来，咱所有缘呢，尤其咱为什么现世有慈悲在对念佛，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的呢？哦，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的时，大化小，小化无。啊，尤其呢，真济要好风台，有啥物灾要到位，天灾就要到位的时。啊，老祖嘛叫咱啊，全民来念佛啦，大家来念佛啦，咱来化遮个灾劫，消灾化劫，啊，咱改弯切角，啊，安尼咧，自然，你就会当成佛，啊，会当做菩萨、做神啊啦，啊，这是上大个修行方法。咱一般人敢若为自己，我来修，我家己好。还是无够啦！你来为大家来祈祷的时啊，啊，你的功德是有够大，有够大。咱唔通看讲哦，我伫念佛安尼尔无啥。事实上，在灵魂界，在空界，啊，因呢啊，接到你的一句的佛歌位的声的时啊，啊，因呐嘛是真正的感恩，反倒倒来会来扶持你。同齐来念佛，啊，来转化啊一挂名扬两界不调和的所在，这拢是念佛的功德呢。啊，所以咱若知影这个功德的时，咱也速速爱找时间来念佛。无论是礼拜日的早时同齐念佛，还是平常时你若有时间呢，你伫厝里坐咧呢，啊，你。清闲的时，啊，你着合起来，哦，我今日要祈祷啥，哦，你着来念佛，啊，祈祷王禅老祖加持，阿弥陀佛加持，观世音菩萨加持，诸佛菩萨加持，啊，我今日所求的，啊，所祈祷的，这个，福报，请转世，好，你所爱的，所希望的。哦，所以你希望天下太平，天下一定会太平。假使咱呐，不要要祈求天下太平、世界和平的时，咱家自私自利，个求我自己好咧，那么你绝对袂太平，本身家己就袂和平啊啦。啊，所以往常多多个人开始，那么和平、要太平，由咱的心量放大来关怀啊，所有众生。用佛号来关怀众生的时，那自然会当如你的愿啦啦。所以大公无私的祈祷，必可如愿啦。现在咱大家来念佛。万灵归心，三皈依即闻。我佛慈悲，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心开意解，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。当下此时，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，以为本愿。
汤愿众生。理解大道，化无上心，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胜众。在。
身金色，向好光明无等伦，来好安转无虚迷，看不澄清四大海，光中化我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咸宁等彼岸，
承天四大海，庄中化果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调频神令登彼岸。